这些虫族真的跟文库描述的一样难看。哦，圣甲虫就是长这个样，毛毛虫就长得跟那个橄榄虫一样。感染了。而且虫巢旁边还有混元体助阵，打赢这场仗。哇，好猛哦，这个。寄托在进化者身上。啊，很多中圣就对了。没错。没卡好吗？这个太空站的构造图，赛博洛斯的动力系统散布在四个不同区块。每个区块由三组抑制回路加以封锁，摧毁区块里面所有回路，应该就能恢复动力，启动一部分的进化者。我们得密切注意核心主体，要是被虫族摧毁，赛博洛斯也会一起毁灭。好。等状况稳定，我们就应该立刻派兵找出抑制回路。哦，毛毛虫。我是信风。亚坦尼斯，在核心主体附近有几座失去动力的加农炮，只要再加以强化，就能在这里设立防线。Oh, really?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少看一个对话，真的假的？少看一个对话会没成就吗？少看一个对话会没有成就吗？若会的话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我们就下次看，好不好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这是啥、啊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这是控制回路吗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进化者核心主体是哪个？这个啊，哦。对话没成就是，那就好了。虫族部队即将对核心主体发动攻击。来，你来。各位战士，保护核心。你来，哦，我奥拉靠北，奥拉那个什么瑞克的，菲尼克斯，我的菲尼克斯保起啊！菲尼克斯洗洗睡了。其实加速丢在攻防还是比较好，因为这个根本就没那么多钱。快的抑制回路，让进化者攻击虫族，挡下他们对核心所发动的攻势。哦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们火力全开，屠杀开始。我们应该要干嘛？啊，我们火力全开。我侦测到有个进化者自行苏醒了。慢着，储存不太对劲，这个 AI 失控了。控制回路，这就是控制回路吗？在60秒内启动两个进化者部队。进化者部队无法修复，我们应该摧毁它，至少可以回收他的太阳素。干，进化者部队是什么啊？找到了，抑制回路在那儿，摧毁他。进化者部队是什么啊？他要我60秒内启动两个进化者部队，但我不知道进化者部队是什么。我要出一个毛毛虫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多盖防御设施，我现在已经有在慢慢的那个了。但是进化者部队是什么？谁可以告诉我？哦，这三个都打掉就会出队。好好好 ，OK， 这个就够了。导引艾尔之光，我们火力全开。他将导引。大师成就了，我看一下。十五分钟内击杀五个混元体巨兽，靠，这怎么把那狼拉一起 ？AE 掉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作战计划，他们开始积极防守，抑制回路了。我续到200再打就好了。这关有时间限制吗？没有时间限制啊。水晶塔，虫族打算从东北方攻过来，他们想击毁我们的星河。哦，东北方。Zeknam， 相位导引来，我们火力全。Zeknam， 相位这。我的理解，东北方应该这里没错吧？向我。核心主体正遭受攻击，绝不能让敌人摧毁它。金矿 ，Paradigm， 核心主体哪有被打、啊？升级完，我这 A 到是。他将被 Zeknam 导引，我们火力全开。这艘船导引，相位这艘船舰 Zeknam 导引，对进我们火力全开。Zeknam 可以继续建造更多水晶塔。水晶塔，这艘船舰相位水晶充能完毕。Zeknam 导引来，相位我们火力全开。Zeknam 导引来，我们火力这艘相位导引来，相位我们火力。Zeknam 这艘船舰全线行驶水晶化。Zeknam 相位。我们火力全开 ，Zeknam Cool Afar， 走向很猛。导引来，我们火力全开。来，我慢慢来。我们火力 ，Zeknam， 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向导引来之光。将进行。导引，我们这艘船舰将进行最终大战。相位 Zeknam Co， 导引来，我们火力。相位 Zeknam， 这艘导引来之光。我们这艘相位，这艘相位 Zeknam 导引来我们之光。升级完成。它将被完成。Undercool 和 Rock， 屠杀开始。我们火力在两艘船舰，我们火力向我这艘导引在两艘船舰。虫族正在攻击核心主体，快击退他们！开始建造更多水晶塔，基地正受到攻击。向这艘。没有足够的金矿，我们火力导引 ZG 相位，我们火力 ZG， 我们火力相位这艘船导引来，这艘船我们火力大主教，混元体即将对核心主体发动攻击，我们得巩固防线，巩固防线。相位，我们火力。我们火力 Zeknam 导引这艘，我们这艘船舰将进行复仇。我们相遇。
球。导引二 ，Zekner， 导引 Zekner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升级完，Paradigm。接受，行。我们遭遇敌人。接受，行。导引这艘船舰将进行复仇，升级完成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导引二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毛毛虫。Zekner， 这艘船。我可爱的毛毛虫。相位我哎干老师嘞，他没有看到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就死了，可怜的孩子，他没看到这个世界的长什么样子就死了。更多高能瓦斯。这艘船，我们火力，这艘船舰将进行复仇。导引，再见，我们火力去相位。你没有足够的金，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这艘船舰将进行复仇。相位，我们火力，再见，导引，这艘船舰。导引艾尔之光，我们火力去，向我们火力。导引艾尔之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足够的金矿 ，Zekner， 我们火力向 Zekner 向导引，我们火力去这艘导引，我们火力向这艘 Zekner 向导引 Zekner。大船长，请小心，那个躯干虫族为数众多。船舰将进行完成，我们应该来攻击这组意志回路，摧毁它，我们就能唤醒进化者。我们火力向尾，这艘船舰。相位，我们火力在哪？导，在哪？导引二，这艘船舰将进行我们火力全开。Incoming， 这艘相位在哪 ？Cool afar， 我们火力全开。认真不虎，这场认真，这场绝对是实力的较量哦。不能让敌人
我们火力全开。我们火力岛屿 Neck connect 我们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相位聚精充能完毕。本人不如这一层我们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哦，简直跟神一样。岛屿相位血晶充能完毕，基地正受到攻击。跟着库尔格尔玛，我们岛屿被造成我们中心起伏头，向我们火力制造船舰将进行复仇。他不能选择我要传到哪儿。回收太阳素，相位这艘我们火力全开，这艘我们火力全开，处理完成。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，到临近核心已连线。我觉得我建筑学蛮猛的啊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Paradox Rail Zekner 我们火力相位血晶充能完毕，我们遭遇敌人，临近核心已连线。岛屿 Zek 岛屿二这艘我们火力向我岛屿二这艘 Zek 我们火力向这艘岛屿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我们火力全开。校准区 Zek 我们火力 Zek 那哭的高向我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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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相位一句，我们火力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岛屿二之光，我们遭遇敌人。相在我们身上发这艘船舰将进行复仇，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们遭遇敌人，基地正受到攻击。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浴场内。我们火力这艘船向岛屿，我们火力这艘船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更多高能瓦斯，你需要我们遭遇
击，避免夜长梦多。他将被反超，被红人的毒的法儿。九号船舰将进行复仇，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金矿场已经耗尽，我们遭遇敌人。相位，我们火力全岛已在等待。相位，这艘船舰最后一组抑制回路的位置在这里，能源流量正以倍数增长，成功了，进化者正在启动。多高能瓦斯！哇哦！我是执行官库勒瑞安，我要跟守生者的领袖说话。库勒瑞安执行官，直到现在，圣堂武士仍在传送你的事迹。马屁就省省吧，你对进化者有何要求？各位弟兄，当初创造你们是为了保卫帝国，但帝国并未把你们视为真正的圣堂武士，给予你们应得的。进化这场外来威胁，我们之后再谈。前哨战士，朝外星生物的巢穴进攻。好猛哦！进化这些侵略者，进化这些后代。摧毁抑制回路，太空站的动力恢复一半了。来看一下大师成就什么。15分钟内击杀5个混元体巨兽，已经32分钟了，大大。我们的家园，各位弟兄，出战的时刻到了，消灭这些外星生物，绝不留情。你全开，不一样。相当于这艘船舰将进行复仇。向这艘船岛屿，我们火向为岛屿这艘 Zenaku， 我们火 Zenaku 向岛屿这艘，我们火这艘 Zenaku 岛屿向 Zenaku 岛屿这艘岛屿。完成了，已全面解除封锁，赛博洛斯的动力完全恢复。我们火 Zenaku， 大主教，赛博洛斯已完全恢复动力，进化者正在扫。夏库拉斯也被破坏，这边也被破坏，各种破坏星球。给小加入杜天普拉，我可以。One another，你的战士们正在与敌人交战，